我们也知道说这一个 Q-dees 哦，在最近啊，刚刚听闻说获得了这个全马卓越大奖哦，这一个奖项是什么奖项呢？让我们的 Kenny 来给我们讲一讲啊。其实这个奖项呢是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在Q-dees已经连获10年的学前最佳奖，就是我们所讲的 Best Preschool Award， 还有 Best Education Program。这两个 Best Preschool Award 赞助于我们的 system， 我们的系统 ；Best Education Program 主关于我们的课程。我们的 content 送我们的6岁小孩子都学成语，学 grammar， 3个语言的都有啊，达达巴哈萨全部，我们都在5、6岁2年的时间来打好他们的基础。那我们刚刚有发现到的就是说，老师都是以这个英文的教学嘛，对。那我很好奇的是说，他们听得懂吗？老师用的那些英文教学是，其实小孩子呢在学习一个 language 就像我们在家里这样，我们一直告诉他们讲，他们在听，他们在吸收。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明白呢？就是靠我们的电教，我们的电教哦，它会有动画解释，还有对话，所以在动画里面的对话跟他们的场景产生了小孩子了解的步骤，然后我们用歌曲让他们唱，因为背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学习，小孩子一定要背先，那么你要他死死板板的背那是不可能，可是唱歌呢他又有动作，他又有 rhythm， 他又开心，那么他一边唱哦，他就知道那个动作，他就明白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哦。这个是所谓的 link and ding。 对了，这是所谓的，对了，这是你讲的，我们的 link and ding 也获得了奖项。That's why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，我们看到的叫做 award winning link and ding methodology， 专属于 QDees 的。Part of our Q-dees family today.